耶，哎哎呀，哦，他叫做克，来自云南，问我名字是布朗，他叫做克，喜欢篮球，特别爱写词说唱，他叫做克，性格开朗，有时也特别冷战，他叫做克，不管说唱舞蹈都是担当呀。克，来个自我介绍，就观众记得截屏来靠，平时狼杀或来个剧本，顺便搞个密室吓吓人。午后记得游乐场见，旋转木马再拍一张照片。天黑喜欢打个台球，生日蛋糕不要奶油，爱吃榴莲，但是记得漱口。小面子，特别爱装酷，特别好胜，就像一个老干部，特别无奈，有时特别有趣，特别自闭。他说整理爱奇艺，有时听话，但是特别懒，都不会犯错，除了这个过山车，他不敢坐。要是喜欢我，你没看错，记住我的名字，克。哎，这是克力君，来自匠心青春制作人，请给我力量吧。好，现在已经晚上11点了啊！我给现在还不睡觉的各位分享一部动漫，这部动漫叫做《一拳超人》，分享给那些有脱发困扰的发友们。如果你有脱发，别焦虑，别担心，就代表着你正在变强。别看我，我不再说我，好吧？对，如果你变秃了，那代表着你已经无敌了，好吧？但是这部动漫呢，除了这些呢，它有一个生活的细节。假如说你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啊已经很厉害了，也希望你保持一个低调啊。如果你打游戏打得不好了，就来找我，因为我的名字叫 King 啊。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无敌了，做什么都很正个了，但是别忘了还有最弱小的蚊子。最后，哪怕拯救世界很忙碌，也别忘记了楼下超市大折扣，因为活在当下最重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义，我是 Mr. Tiger 静凡，我是林墨，我是上官喜爱，我是翟宇。哎呀，这里是 A2 的 KYAK 正南。听说匠心娱乐练习生即将要上《青春有你三》啦，希望他们可以好好加油，好好的展现自己，取得一个好的成绩，一起为匠心娱乐练习生加油。一起为他们加油吧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